宝贝，你今天去哪里？去日本。OK， 各位，我们现在抵达福冈机场了，耶、yeah! ！然后现在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所以要赶快先搭计程车，直接坐到博多车站，然后坐上 JR 线之后，直达浩斯登堡。Let's go！ 其实豪斯登堡我很早之前就很想来了，然后听说这边很大，我觉得来这边最好是住一晚，然后就是玩两天这样子，就会比较尽兴。我也觉得啊，如果真的可以住两晚也没关系，好不好？我们现在进来，然后右手边这边有一个地方可以寄行李，从那边寄的话大概会两个小时就到酒店，连寄行李的地方都这么有质感。风车彤彤，啊，太漂亮了吧！刚刚我们入口的时候，那两个小姐带这个花圈超可爱，对，超可爱。他们说要哎。我们船的时间是四点半。那我带这个。可以可以。舒服啊。我们现在坐的这个船呢，它有分成两种，一种是一般的游园的船，然后另外一种是你只有入住欧洲酒店才可以坐的。嗯，对对对对。刚刚有收，那这就等于是船是交通工具哎，对，容易迷失，酷哎，这仪式感满满哎。我们刚刚从那边下船，然后下来，我从这边进去，左边，我妈到我们的饭店了。豪斯登堡欧洲酒店，哇！这里就是我们 check in 的地方，饭店。太细节了吧？你看那个灯，连这个扶手，连这个橱柜，满满的细节。有必要那么夸张吗？大厅的布景都是相关。对啊，那这个是真花还是假花？真的、哦，这是真花。它真的是真的，这是真花。哦，真的，这是真花哦。对，这真的是真花啊。太扯了吧！哎，这个叶子很漂亮。我们刚才看到一个外国人，她好像迪士尼公主，超漂亮，她鼻子那么挺。超挺，很像那个。走路这样子。超有气质，超优雅。很像那个仙杜蕾拉。对啊，她超有气质，对，很像仙杜蕾拉。你有刚刚看到那个外国人吗？没有。超像仙杜蕾拉的。真的、啊。真的是从童话故事里走出来。我们住二楼的连通吧。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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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太美了吧。这可以踩进去哦。可以踩，可以踩。它是地毯。哇。我喜欢哦。哇。这么刺激。耶、yeah! ！哇！连通房又是这么赞。对啊。啊，好大、哦，好舒服、哦。对啊，好舒服、哦。这跟一般饭店完全不一样。我住在城堡里面，宝贝。OK， 各位，现在时间来到晚上六点，我们终于要吃晚餐了，超饿。真的超饿。那我们今天要吃的这间餐厅是在欧洲酒店里面，然后这间餐厅因为它比较高档，所以有一个规范就是你不能穿短裤跟拖鞋，所以来的时候如果要吃这间的话，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不是把鞋子脱掉的那个拖鞋，是鞋子穿上去的那个拖鞋。凉鞋、拖鞋都不行。对对。OK，Let's、okay, go。把我们拉椅子，对啊，那这边真的是变成欧洲贵妇。
Oh my god！ 他拉小提琴，而且好好听哦。庆祝我们入住豪斯登堡。开始了。如果很快，要五分钟。好，可以。可以，可以。没有 OK 的。我们刚刚遇到那个仙女儿，原来她是钢琴家。对。她在演奏钢琴给我们听。这边。仙女儿在那边。演示一下，澳洲贵妇怎么喝红茶。好像要喝，又好像不要喝。这样，然后浅尝一口。很小口，很小口。差点就被赶出去了。现在这边有一个表演，我们现在走过去。给我。对，哦，那这个是要买卡的啦。然后有分颜色啦。哦。有吗？有啊，掉下要掉下去啊。对对对对。哦。有了有了。要兑换。哦。哦。酷哎。有结冰吗？我怕你要粉丝会啊，应该不会。怎么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新体验哇，花瓶啊。他没有粉丝啊。有碎冰。喝了就知道了。有碎冰要。哦。懂你是干。哦。而且我们刚才研究了老半天。搞不懂。但这个真的超气，真的比一般可乐还要气很多倍，我觉得。对啊。因为吃起来有那个冰沙的感觉。对，然后这个真的超气的。然后这个可乐鸡在这个奥斯登堡大浴场里面。对啊，披萨，玛格丽特。不能把披萨干掉。玛格丽特，要吗？要吗？你怎么可以把披萨吃掉？好，来吃吧。别。切断。很断吗？断。再歪一点吧。哦，那个。谢谢。不能讲，对，不能讲第二个他。太烫。烫到飞天。哇哇哇哇！难怪这间生意这么好，他开到九点半，然后八点半的时候还排队，还要抽号码牌。走吧。没有东西吃了。听我的准没错。听你的才有鬼。对啊，刚刚我们还特别上去拿，根本没有用到。哦，有啊，进来而已。有啦。还说没路。哎，然后还让我们绕。这里我很熟，好不好？奥斯登堡我熟得很，真的很像置身在欧洲，然后你走在这欧洲的街道上，看到。对。现在时间差不多九点十几分了，然后很多店家都几乎打烊。好了，那我们现在先回饭店休息。耍耍废。明天我们早点起来，疯狂的玩它一天。这边我觉得可以。做个五天四夜没问题。Good night star。嗯。好。我觉得可以，因为这里真的环境真的超好。对，我觉得住一个晚上可能也玩不完。因为啊，这个园区非常的大。对。超大。谁要先去洗澡 ？Let's go。各位早安，我们在豪斯登堡的第二天早上。那你们三个准备好了？难得来豪斯登堡，当然要把握时间啊！我都等不及要出去玩了。哎、欸，啊，我们要先去吃早餐吧。哦，对对对对对。先吃早餐。听说他早餐很厉害呢。早餐再吃。我跟你讲，我们来日本就是要吃他们的哈密瓜。很太甜了吧？还爆汁。对不对？对，超甜。他们这是长期的生鱼片，真的很好吃。哦，好一起。超 Q 的。嗯。我们现在要前往天空之城了。OK，Let's go。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设施，因为豪斯登堡这边非常的大，所以如果你迷路的话，你可以直接下载他们 App。像我们现在要去天空之城嘛，还要直接可以。帮你导航过去，真的叫我看。对，哇，好酷哦 ，3D 耶。这边是车子走的，等走这边。因为距离有点远，所以我们决定来租脚踏车。我们决定租五个小时，五个小时5500。好啦，我们要出发了。控制好像是后面。对啊，哎，刚刚不就讲了？哎，爸爸啦。日本的脚踏车比较特别一点，
它是后面控制方向的。右转，右转，右转。Right, 右转，右转。拜拜。对啊，我们是荷兰人。哦，怎么变松了？我的变松了，为什么？那骑脚车很悠闲。干嘛？谁啦？来听。宝贝，加油！恭喜你哦，宝贝，你完成了，恭喜你。好了，我们体验结束了。一般游客是开放那个比较矮的，啊，如果你要玩高的，那个是预约的啦。你想玩吗？他要提前预约。对啊，接下来我们来玩这个 Mission Deep Sea。真的是非常。ありがとうみんな。ロクロだったよ、帰ってくれた。は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ロクロだった。你是刚刚才冲出来的时候看到这个？我吓到。很好玩。因为我有下了这个豪斯登堡的 app， 所以你可以看到各项游乐设施要等的时间。那我有看到我们附近有一个 IS 迷宫，只要5分钟，不太需要等，过去吧。对。Okay. 对了。啊，我们再花几分钟。我是坐车。很蛮好玩的，因为我刚刚看到左边有一个姐姐，然后我就结果摸到镜子。巧克力伯爵馆，连车子都是巧克力，连衣服都是巧克力做的，水龙头打开就是巧克力。你不要全部喝完。好喝吗？好喝吗？这边有一个巨大扭蛋机，来扭一下，一次500，我这边应该有。有。有吗？有吗？出来了！哦，有了，出来了！哇，有一个红心。哎，两颗哎！啊？你是两颗吗？还是要送你一颗？还是要本来就有两颗？哎，你是两颗哎！嗯，确定哎？不知道，但500块很划算啦、啊。这是熊吗？那个壳要送我们，别人只有一颗啊，我们有两颗是这样。真的、哦？他们都只有一颗。真的只有一颗哎！我刚才还想说，哎，500块两颗这样很划算啦、啊。喂喂喂 ！Oh my god！ 我加的太炫了啦！哇塞，我们三个都参加奖，对不对？哦，这个蛮好看的、啊，还不错。这边有一间礼品店，我们来去逛逛。代表这个季节的，太可爱了吧？真可爱。OK， 我们今天来到豪斯登堡，一样有买纪念品要抽给观众。我买很多米菲兔的纪念品，然后这个是豪斯登堡的吊饰，对，这个大只的，还有两只小只的荷兰国旗，然后这是卡夹，这可以伸缩的。那我们这次一样抽5位，会在我的 IG 抽奖，然后我到时候影片发的时候会在我的 IG 发一篇贴文，然后你在贴文下面留豪斯登堡哈瓦就可以参加抽奖，就是这么简单，好吧？抽起来，抽起来，好漂亮的甜点店。这边有成人最喜欢的日式可丽饼，看到就抽过。你要好几个？那个好香哦！我们餐点完成了。哇！超级可爱的。太缤纷了吧！我觉得这个有点甜。对。嗨！太可爱了吧 ！Hello。姐姐，我刚刚跟那个开卡车的人打招呼。我们来到米菲兔主题餐厅啦！耶！卡哇伊，超可爱的。我们第129号。这边有更多的米菲兔哎，他们在逛礼品店，我要去对面吃汉堡。它叫做 DAM Nagasaki Beef Hamburger。他们都是红茶，好意思呢。OK，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2点半，我们先回家补给一下。对。东西放一放，换个电池，充个电。我们早上的时候在这边租车，但是我觉得停车有点小不方便，所以我们还是用走的。妹妹是专门来帮姐姐拍照的。停下，再一次，你刚刚那个，对对对。你把一台相机给她。
耶，终于可以进场了，我们这个米菲兔餐厅。我们终于进来了。我觉得我们点两个就好，因为等一下就要吃饭了。可是我想吃这个。Okay, 那就这个。啊，直接要这个。是吗？那就这两个。那就这两个啊。两个就好。那你想吃哪一个？我觉得两个就好。我还好。两个就好。可是我可以喝这个啊。这个叉子都是兔兔，对，好可爱哦、喔，好可爱。几点？啊，这纸巾也是兔兔的，这边也是兔兔的，然后这个干的纸巾也是兔兔的。对，刚刚米菲，我们好不容易进来。对，刚刚米菲兔一只手被我们夹，我们现在要把它第二只手，我现在要切了，爸爸。好，它切不掉哎。你要这样，对，要快很准。对，你要快很准。就这样吗？对，然后你要往外拨一点。哎、欸，等一下，你不要拨了，要让它自己掉。切个嘛。哇，好疗愈哦。老板，我可以把它拌了吗？我可以拌它吗？可以啊。如果你们来这里，第一个时间先来预约。他们除了餐厅里面的兔子都很可爱之外啊，连店员也可爱。没有，好看一点，店员好可爱。对。对。可爱呢。我们现在要来挑战 Yokiro。 It's the final stage into our race. So it's like for the last time as a trio. We can hold ourselves. Like come to go to the other side. Let's go to the front. Let's jump high. So it's the last one, last chance. 5, 4, 3, 2, 1, game clear,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怎么样，好玩吗？超好玩。虽然是简单的，也是很好玩。对啊。因为它总共有分七级，然后我们刚刚挑战是1、2、3，往4、5、6、7的话就最难。那一开始我不知道它的难度有多难，所以我们想说啊，先从简单的开始，不然如果一下子太难，一下子就输掉了，就没有体验了。对啊，对不对？可是幸好我没有从简单开始，因为它只有6条命嘛。对啊。那如果你死掉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继续了。对啊，因为游戏时间只有3分钟。因为4个人就有6条命啊，如果是1个人的话，就3条命。哦。那我们明天早上来挑战5、6、7，怎么样？好。OK， 彤彤说想要玩这个 Skyfall， 就是天空跟地面的意思。应该就是我们刚刚玩那个光线游戏上面。OK。哦，这确定你有办法？我有办法。这确定你有办法？对，看是每天都来玩吧。有点高哎，我想要对他们。哎，不然你在上面玩那个。对，免费。对，免费玩，免费玩。开始，最难的，快点，跟着下面，来不及。OK， let's go。回来了，这边你们要这边。再次觉得来豪斯登堡就真的跟欧洲贵族没两样，不管你要吃什么餐厅都可以，吃着烤肉，听着音乐，喝着啤酒，然后看着河景，上面还有船在跑，然后这边还有很漂亮的建筑物。Oh my god！ 山上那边好漂亮啊，而且现在真的风正好，真的超舒服。等一下我们的晚餐是要坐船，边吃晚餐边看烟火，是在船上啊。超期待！这是什么神仙行程？我们两个要比一下头。3、2、1 ，Go！ 你妹果然是田径队的。你果然是田径队的，你跑赢嘞！你好厉害！谢谢问号。哇！音乐会。喜欢你和电影。你看，太赞了吧！你看，刚那边也可以，这边也可以。来，边请掌声鼓励。哎，刚好像对你耶。先度人。
在这边演出哎。对啊。穿绿色衣服那个。BTS 的，对，是 BTS 的，对不对？我听出来了，刚才还说没有播 K-pop， 现在马上出来。对，他可能会听到你的心声，前奏，哎，不对，好，赶快改一下，改一下。太喜欢这里了，我也超爱，超爱，真的超爱。哎，我下次真的还想来。我十年前就想要来豪斯登堡。OK， 就是这里了，进去吧 ，Let's go！ 哇哇哇，不得了，不得了。好嘞，应该是。是后面。不是不是，那个叫橄榄。好，橄榄。好，对对对对。这里有我最喜欢的咖喱。欧洲贵族的等级就差不多这样而已啊，没有比这个更高级的豪斯登堡。太顶了。对，可以，我应该可以住一个月，我可以。我还没。我觉得这是去冲绳吧，他能在这一地方。可以。爸爸可以冲绳，也可以这里。对。爸爸就喜欢去的地方。对啊，因为不用一直走，不用一直坐车，我就最喜欢。至少在园区里面，我觉得还好。主要是因为我一直在那边打游乐设施。对，船上就有提供牛肉。来了两天，最朝思暮想就是那个牛肉。好喝，好吃吗？这应该是100，吃起来像100。好温暖啊！是吧？上面有嚼劲，软归软，嚼劲归嚼劲。我跟你们讲，爸爸在日本，他都没有吃辣。他回台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买鸡排，然后加辣。多本事。那个花蜜瓜超级甜的，我刚刚拿到这个超好吃，又拿了，超赞，嗯，超入味，对不对？对，好好吃哦。阿婆，生日快乐吗？不是，我们当初蜜月应该保重行程来的，你觉得吗？很轻松。没有，如果我们今天是新婚，然后在这个船上享受着晚餐。看着海景，然后还有烟火，你有这样子够浪漫吗？怎么样？爸爸，不是求婚才会有场景吗？可以，对啊，这不是求婚的。现在不是新婚，你们先离婚，先去办离婚，再重新结婚。对啊，就会有新婚了。你妈心里想说，如果办离婚，她怕我不跟她结婚的。不会，我会先领财产。阿婆，你愿意嫁给我吗？不愿意。待不下去。如果你们蜜月旅行不知道去哪里的话，我觉得这边是你一个不错的选择。对啊，而且、欸、真的哎，你好会说、哦。直接在这边住个三天两夜，然后再去别的地方也可以啊。对啊，好好吃啊，蛋白质补充。终于可以实现我在日本大口吃肉的愿望了，真的很好吃。不信我吃给大家看。好赞！我们等一下那边会放烟火，所以这边很多人已经在 stand by 了。岸上那边很多人，有没有？很多人坐在那边，然后人群开始从这边慢慢聚集起来了。这是无人机吗？哦，闪电！这么过吗？哇！17秒，现在17秒，20秒，这么过吗？超强闪电！哇！他整整放了10分钟，哎，整整放了10分钟，超大的砰砰，真的很漂亮。我看到都进入心流状态了，我超专注的。我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烟火，就要想到一件事，就是我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觉得自己很幸运。没错，因为如果今天下雨的话，我就看不到烟火了。然后我下次再来豪斯登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对。
真的。所以每次出来玩的时候就要保持愉快的心情，不管遇到很倒霉的事情，我们都要快点收拾自己的心情，然后继续下一趟旅程。下雨什么都没了，对、啊、还好没有下雨，只有打雷而已。对，打雷是自然的烟火啊。对，虽然我们没有去印尼看过，但是我们有来豪斯登堡看过。老婆，你愿意嫁给我吗？愿意，我愿意。那转一圈，转了，转到海浪那边去。考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平常看到的旋转木马都几层？一层啊！跟你讲，豪斯登堡的三层啦、啊！刚刚看完萤火，现在还有水舞表演，看不完呢。然后摩天轮跟旋转木马都有到十点，所以豪斯登堡这边你可以玩到十点再回饭店。太赞，太强了，太喜欢这里了。母女还要继续逛礼品店，这边有 T 恤。风车的 T 恤，蛮可爱的，这个配色蛮可爱的。那你有这个？24。可爱吗？没有，好可爱啊！这是美酒。对啊。那这样一个组合。啊，一个组合好可爱，来。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9:59，几乎所有设施都已经打烊了。要10点。对。没关系，我们玩再晚都没关系，因为我们住这里。没错，我们就在。欧洲酒店，豪斯登堡欧洲酒店。Yes， 好了，各位，我们完成了一项壮举，就是在豪斯登堡连玩13个小时。但是，我觉得还没有玩完。还没。对啊，我前面还讲说，来这边住2个晚上应该可以，但是我觉得不够玩不够啊，真的不够。我们没有时间去玩水，还有很多，对，还有很多体验还没体验到。我想要去玩水。呀，终于。快回13个小时。嗯，我好累哦。好，那跟规矩没关系。没有关系。Yeah。好了，各位，今天是我们在豪斯登堡第3天早上，我刚已经吃完早餐了哈。那么首先呢，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挑战昨天那个 Yokiro 的更高阶的，好不好？你有信心吗？有。有信心吗？有太阳，我发现九州室内冷气都会开超级强。我觉得九州这边的气温不输台湾嘞。对啊，真的。嗯，我们现在是在欧洲哎。对，现在是在荷兰呢。对啊。花2个小时到欧洲很值得嘞。对。OK， 就这样，再去挑战 ，Go。OK， 各位，我们刚刚去挑战的 Yokiro， 结果不到30秒就结束了。没有啦，有30秒。有吗？有30秒吗？没有，31秒。31秒。压线压。高估了我们的实力了。啊，本来是要拍那个旋转木马，但是因为这2天有天气因素，就是有打雷，对，就没有开放。现在天气已经快变天了，所以我们要赶快进去躲一下。对啊，去吃这间汉堡店。今天是好多小王。好吃哎！嗯，好好吃哦。这家比较有层次，比较有味道。我们准备离开豪斯登堡了，门口这边有一个休息区，然后这边按摩椅，200日元，10分钟，按一下。OK， 我们现在已经坐上火车，要结束我们在豪斯登堡3天2夜的行程了。真的觉得这里超赞，超喜欢。真的，真的好像跟你在度蜜月一样，然后都有2个电灯泡。好了，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单独来，好吧？单独吗？等小孩都长大了。你确定我们有办法单独吗？我们家小的还小嘛。好吧，那就这样了。
那我们现在要前往博多车站了，也就是说我们还会有另外博多影片，请大家敬请期待。没错。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分享、按赞、给我，拜拜。